欢迎收看新闻 Talk Show， 我是周瑜君。今天到底要告诉你什么赚钱的秘密呢？我们今天一开始呢，先把重量级来宾请出来。第一位呢，是靠着群众募资一炮而红的二二设计创办人游生瑶。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生瑶。好，第二位呢，是这个老工厂成功转型的木匠兄妹的创办人周信宏。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呢，是财经专家黄世聪。瑜君好，大家好。金木水火土这些元素里面最值钱的就是金子啦，金表很贵我知道，但是水泥表居然比金子还值钱呢。我们知道呢，这个生瑶啊，你们这个水泥表一只创下了1200万的募资记录，1200万可以在台北市的市区买房子嘞。你们到底是怎么样让这个消费者还没有看到商品就乖乖的掏钱买单啊？基本上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产品研发非常久，然后它就是把我们过去十年的一些经验都累积成这个手表在里面。然后第二个，它的工艺水平确实是比较高的，在世界上，拿去世界上也不会说非常丢脸的一个作品。对，所以我们有尽量去解释、去说明，然后台湾消费者其实还蛮就甘心呐，所以就是说他们会支持台湾的创作跟设计，他们会支持我们的一些原创跟想法。好，的确，我用水泥做表，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也非常独特的 idea， 市面上没有。世聪哥，这就是点石成金了吧？又不是劳力士这种名表，它居然可以吸引投资人呢？在这里先付钱买单呢？对，我觉得一样是这个水泥，譬如说像这个我们的安藤忠雄做的这个清水模建筑，跟他们做的这个手表，我觉得你只要把这个平凡无奇的东西，你能够把它加上赋予上不同的意义，譬如说他们的手表里面的工艺，譬如说他们展现出来的不一样的这种文创的坚持，甚至是你只要做出让人家觉得很惊艳的产品，大家因为是颠覆大家的想象，大家从来没有想过说，水泥居然可以做成手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idea， 也就是说，充分的展现出创办人本身对文创，或者说他自己本身对于这个产品特殊的定位，我觉得这个都很吸引人的一些不一样的点。对，的确这水泥创作真的是有它困难度，我们稍后会再聊。不过呢，现在不只是点石成金，木头也变黄金，不是变魔术木匠哥哥，你们把这个废弃老旧的一些木材重新呢加一点创新的设计，它变成了文创商品，反而也是很受到观众喜爱。是啊，其实我们把木头做了很多延伸，把它加入很多创意跟很多有趣的一个点，让它变成一些桌游，变成一些铜腕，或者变成一些文创商品，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趣更丰富这样子。好，所以呢，其实刚刚这个木匠哥哥也讲到，他们其实也是给木头新的生命。传统的木材看似平凡无奇，但是世聪哥一样，他加上了文创，加上了很多新的设计，反而是比较能够获得消费者认同。其实我觉得今天看到两位来这个节目，我还蛮感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为台湾的文创产业 在拼命。我觉得台湾的文创产业的确是需要更多的热情来支持，尤其是对于他们本身在经营这个公司的人。但是我也更希望说，我们的荧光幕前的观众朋友，甚至政府的有关单位，甚至我们的筹资的平台，甚至我们的创投业者，更能够看到这一块。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水泥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产品，但是木头的话，我们知道台湾有非常多的老的木匠的这个工艺在这个地方，甚至台湾本身也产非常多好的木头。那如果能够借由这些新的文创，那新的产品推出来，甚至是有新的这个概念出来，把我们的整个过去大家都认为说已经没落的这种，包括说这个木头的产业、家具产业重新再振兴起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对台湾产业有很好的一个加分的作用。与其去我们都说什么我们要追求什么五大创新产业或者什么，或许这些过去的我们台湾本身就已经很有竞争力的，想一想再如何把它擦亮这个招牌，我觉得这个都是。或许这些我们看不起眼的水泥木头，真的都比甚至我们比那种半导体，或是更比那种黄金面板更有价值，也不一定。刚刚世聪哥讲到，的确台湾其实有很多很棒的传统手艺跟工艺，但是呢，也因为产业的外移，所以渐渐失传。木匠哥哥，其实你们就是最好的例子其实当初呢，你们家里面是专门接日本工厂订单的传统木材厂，但是没想到呢，后来家道中落。你毕业之后，本来抱着是想要接班的心态，就没想到呢，毕业就失业了。所以当初你怎么样有那样子的决心，希望能够把工厂起死回生？好，其实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啊。其实从小我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只要家里有产业的话，其实从小就被赋予要接班的任务。对。那我们回想台湾二三十年前，台湾是
代工的大国，对哦，那台中中部这个地区又是做木材的这个所有的加工产业的这个大本营这样子，那父亲也有机会在这边做这个工厂开始，嗯，哦，那小时候我就跟着父亲一直在工厂忙进忙出，嗯，小时候我的玩具就是工厂那些废木头那些积木，所以你们专门是做什么样的？我们是做日式的窗花，像是那个格栅拉门等等的那种，哦，那种就像日本那种和式建筑上面那一格一格的窗花，哇塞，那个真的是要很细的工艺，对，那是很细的工法，嗯，好，哦，那可是这样做了一阵子，做了很久，这样小时候做的非常好，那因为这个产业外移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制造业移到大陆去了嘛，对，那这个影响对我们打击非常非常大，嗯，那真的就这样的影响到我大四要毕业那一年，真的工厂就倒闭了，对，而且听说是你们老师傅呢被大陆挖角，就全部人跑到大陆去开公司，是啊是啊是啊，嗯，对啊，这对我们打击非常大，我们的日本客户带着我们师傅去对岸设厂，哇，嗯，当然就在他们自己工厂下单，不是在我们这边下单了，对对，所以这个打击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错愕，那真的毕业就失业，没办法，只好先去当兵。当完兵，我在台北工作，在广告公司待过，嗯，也在电视台待过。嗯，那我一直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家里的这个旧工厂再火起来？因为从小父亲就一直耳提面命说，这个工厂未来是你的事业，要交给你了。可是就在大学毕业那年，就什么都没了，这样子。而且听说你小时候是看着爸爸的背影在工厂忙碌，结果没想到大学毕业之后看到爸爸是看着关着的工厂。是啊，其实父亲在官场的这几年，其实一直都不放弃。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他真的就每天都去工厂开门，八，嗯，点一到就去开门，看看所有机器，摸一摸，寻一寻，嗯，可是又能如何，对，那有一次我当兵回来的时候很早，大概八点多回到工厂，就看到父亲站在这个工厂的大门望着远方叹气，嗯，那我看到这个很绝望的这个背影，我就深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个工厂重新再站起来，再让它活起来。嗯，哦，于是我在观察了，在工作的时间观察一些社会的趋势，观察几个走向，我就想来结合休闲观光，结合这个 DIY，嗯，结合我们本身做木头的这个专长，把它打造成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做 DIY 的一个园地，体验工坊，这样，嗯，重新再开始。哦，所以你刚刚讲到，其实呢，过去你们是做日本很重要的窗花嘛，嗯，那这些其实很细的雕工，但是也因为日本的厂商居然带着你们有技术的老师傅跑去大陆开工厂，所以工厂倒闭。但是呢，很妙的事情是，当然你爸爸就会被技术偷走了，所以才导致工厂关门。对，你反而是想要把工厂打开，变成是观光工厂，那不怕这些老师傅的手艺跟绝活又被学走了吗？是啊，哇，主持人你讲的真好，当初你的想法跟我父亲一样，嗯，我提出这个想法说我要把工厂打开，让所有的观光客，让所有游客进来参观我们这个以前做家具做这些日式窗花的这个制作流程跟一些工法，嗯，哦，让所有的这个朋友来介绍重新认识我们，对，可是父亲是第一个反对的，对，当然啦，因为他工厂就是因为这样子才关闭的，对啊，他觉得我们工厂是技术本位的地方，以前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小时候我们家工厂门口挂着四个大字，一个木牌叫谢绝参观四个大字，哦，绝对不能让这个商业机密泄露出去，闲杂人等是不能进来的，除了你是我们客户，哦，我们供应商，不然闲杂人等是不能进来看的，因为所有的技术都在里面，嗯，那我就跟父亲说，现在我们制造业已经没办法再做下去了，我们要转型，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想法，嗯，我就想开放让所有的观众朋友，所有的这个观光客都可以进来我们这个工厂参观，工厂看，重新认识我们，介绍我们的产品，这样子。好像这里跟你大学毕业之后去外面求职的路有相关啊。是啊，是啊。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看到这个小朋友的这个上进心非常非常可怕。嗯，只要小朋友在的地方，各位都知道，小朋友不可能自己去一个地方，他一定爸爸妈妈要带去，或是阿公阿妈跟着去。对。所以我就想一定要吸引小朋友来，嗯，小朋友来的话全家人都会来的，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研发一些小朋友的童玩啊，桌游啊，一些小玩意，嗯，让小朋友可以来现场做 DIY， 让他们动手做，那全家子就会跟着来，商机就跟着来，这样子。哇，所以现在台湾其实很流行哦，手做的一些食物也好，或者小朋友手做陶土，刚刚讲到手做木材，你们算是台湾很早的 DIY 工厂哦。但是听说呢，当初其实你跟妹妹很辛苦，为什么叫木匠兄妹？妹妹其实过去是音乐老师，是，她其实本来就是常常接触小朋友，所以你们两个当时呢就搭配。但是听说刚开始哦，你们很辛苦，因为不知道大家对这种观光工厂的形式还很陌生，你们发传单发很久才劝到客人来消费看看，对不对？是啊，对啊，因为我们就取木匠兄妹哦，因为真的我们是做木匠的兄妹。对。哦，那妹妹本来就是当老师，她负责内部跟小朋友互动教学这一块，那我负责对外的行销这一块。可是当初一直第一个就说服父亲要打敞开大门就很不容易了，那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宣传自己，让所有的这个
光客之道呢，我们真的也用尽了所有方法。那时候都还没有 FB， 还没有 LINE 这些东西，我们真的用最原始的方法，我们印传单到附近的观光的这个休闲的地方去发传单，告诉游客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做 DIY 的这个工厂，可以让你们来体验来做 DIY。到那时候讲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相信，对，什么叫做木匠兄妹？那不是唱歌的合唱团吗？怎么会有做木工的呢？很多人都以为是诈骗集团这样。所以我们花了好大一个时间跟所有的这个路过的观光客来解释说，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做木材的工厂，这边做转型做这个体验的工坊这样子，欢迎你们来体验。那个时候好像爸爸还是不同意哦，听说爸爸还是一直到第一组客人哦，终于被你们劝说上门了，都站在工厂门口了，只得让他进来，对不对？是啊是啊，父亲还是真的老古板的这个脑袋，他一定是把守在这个工厂的门前，坚持不肯开放让我们进去看。可是我说我已经带客人到门口了，你好歹让我进去看，你再把门关起来吧，好不好？所以真的我们是用行动来说服父亲，让这个行动能够成型这样子。好，那这个木匠哥哥呢，花了2年的时间说服爸爸接手了上一代的事业，重新呢加了一点创意再出发转型成功。但是如果没有上一代的澳元，要白手起家真的不容易。不过现在如果你有好的点子，也许靠着群众募资就能够完成你的梦想。我们稍后回来聊聊。